现在咱们接上一个视频，把这个洞口全部给挖开，看一下这里面是几只甲鱼的。这泥土还是有一点硬，咱们慢慢的挖，千万不要把这个甲鱼给挖伤了。哇，你们看，好像有三个甲鱼，下面两个，上面有一个。现在我们把泥土全部给抠开的，把甲鱼给拿出来，肯定是这甲鱼把那些鱼咬死了。现在天气暖和了，甲鱼也出来觅食了。哇，你们看，上面还有一个，不是三个甲鱼，是四个甲鱼。哇，没想到是四个甲鱼，一窝冬眠的甲鱼，收获也太好了吧。等一会儿把这些甲鱼全部给王大爷，算是帮了王大爷一个忙的。王大爷说这田边还有许多这种洞口，叫我过来挖一下，稍后咱们开启直播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